各位观众你们好啊，我是初心。我相信你们一定很少听到我说话了吧。没错，我说话肯定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宣布。首先呢，我当然要感谢你们一直对我的支持与鼓励。你们应该能看到我这个频道已经快500订阅了吧，现在已经480多个。我今天发这个影片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收集500订阅的影片 Q&A 问题啦。每一个人可以在下面问我三个问题，问题的种类不限。我会在500订阅的回馈影片中抽取不同的问题来回答。我希望我这个频道可以快一点到达500订阅的门槛。现在有一个抽奖的活动，你们可以在回复的时候再写抽奖两个字进去。另外还需要订阅我这个频道，还有分享这条影片出去，才可以获得这次抽奖的资格。这一次的奖励就是帮一位幸运的观众升级一个这个赛季的战令奖励。还有呢，有一段时间我没有发影片呢，是因为我没有空拍那个影片的素材，所以我决定了从这个月开始，每个星期至少会有两部的影片给你们。有机会的话，我都会录上我的声音上去。但是字幕的方面呢，可能我有空的时候才会上。这样就算是有一个给大家的交代吧。最后看完这条影片，别忘了留下你的订阅，点开旁边的小铃铛，下次可以更快收到我的通知。今天我想说的话就到这里啦，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。私をあなたの元へ導いていくの新しい